哎呀，热坏了这天，太阳又进来了。这里面上传视频，就热的，从头到脚是汗。哎，下午擦把脸。太阳又照进来了，湿纸巾还是好啊，清凉避暑啊。行，这两天的天又热了，今天好像也是30多度了，32度还是。昨天晚上就把菜呢吃完了，不过今天已经到了狼山镇了，再往前走就到镇里面了。今天咱去镇里面买点菜，咱就继续出发了。现在进来狼山镇了啊，狼山镇欢迎你。其实昨天就在狼山镇的边儿嘞，我没有进来，因为进来怕不好找休息的地方。哎，这儿有蔬菜水果，啊，这还没有开门嘞。哎，买点茄子、西红柿、土豆。我不用提那事。你看你，别动。哎，不用，不，你慢吧，谢谢叔。就在这儿买了点土豆、茄子、西红柿，但是菜不全。再往前再看看哪儿还有的，买点青椒啊啥的。来老板这儿吃碗面。这是啤酒哎。没有饮料。我拿起来了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上面写的液晶啤酒，我以为是啤酒。威斯特嘉宾。啊。你的车了。我车拉出那头了，那有狗的不行，放到这儿有人给我叫。那这是你的车，你不在。车在那头了。小咸菜，小饮料，这冰镇的，2块。吃碗面，有鸡蛋有肉，但不是卤，这拉面拉的好，这么细，手工拉面。你网名叫啥了？茶汤哥，茶汤哥，茶茶，茶叶的茶，三点水汤。谢谢老板，走了啊，那就路过再过来。好嘞，那就没时间，到咱们岛那地了。啊，好，你走呀，我走呀。
哎，这把伞带一下。不带了。再来，再来。哎，这么多朋友啊，这个饭店这个老板是那个前段时间也是刚刷街尾关注了我，吃了点那个内蒙的牛肉面，和那个兰州拉面差不多，也是面肉香菜多个鸡蛋，挺好吃，挺好吃，因为咱喜欢吃面。现在菜也买下了，饭也吃了，准备出发吧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倒是看一看，看看这贝贝又干啥哩？哎呀，我一把车扔到这儿，我走一会儿啊，他就猫老猫我。你保证去他跟前，他来你身上先闻一闻，看看你偷吃啥嘞？是不是？没有偷吃，我就吃了碗面，给你们带了点馒头，行吧？行不行？小吃了，热的他不吃。你赶紧吃了，吃了那块，不敢浪费粮食。吃了你。不吃那块，告诉你不用吃。从狼山镇出来以后，看这荒凉了，没有树木了，树木少了。虽然这面还种的地，看看这树，这么小，啥时候才能长大呢？这是狼山的一个服务区，在这休息一会儿。哎，不能再走了，狗狗们热得受不了了。快点去，快，小黑，你在这多休息一会儿啊！不行，我在这眯一会儿，行不行？躺一个来小时。哎呀，热了喝啊！哎呀，这个小风扇管用的。车里面躺了一会儿，哎呀，不行，热的，休息不下，不能睡觉，那咱就出发吧。又进来乡村小道了，哎，不走那个国道了。走这个乡村路稍微近点儿，看这边大车也稍微少点儿，这边可以看到非常浓厚的乡村气息，大哥们都在地里面忙的种庄稼，那不是种庄稼，好像是给庄稼打药了吧，看这都是耕地。啊，看大哥这个牧羊犬，哎，过来了，这狗过来了，我领着两条狗嘞，他看见狗了，哈哈，那是叫牧羊犬，你看那个德牧，是德牧啊，这，过来，放羊，你看，偷步了，快过来，走呀哥，不过来了，走呀，嘿嘿。还是这乡道啊，你看这环境，两边是树，中间是阴凉的地方，前方继续凉快，前面有一个古城啊，这是，我看了一下那个地方还挺大的，不行，今天晚上就去那儿休息了算了。那个国道上已经没有树木了，这个乡道里面还是有。嘿嘿，看这么多小羊，这是山羊是吧？啊，这羊干干净净的，这身上，啊，徒步的，对，徒步的，嘿嘿嘿。喂，哎，那里面有两个绵羊，那个大个子的绵羊。
嗯，羊羔也回家了，咱也找个地方准备休息。又看见山头了，你看这，应该是走到山头就往右拐了吧。太阳马上要落山了，现在8:30，再走一会儿，快8:30，还没有8:30呢。今天这个地方咋样？找不下好露营地了，找了一块，这好像砂石场哇，咱就在这儿露营了吧。那面就是村庄了，但是我没有进村庄。因为这块的庄稼地比较多，所以说进村庄那些路口也不好露营啊，我就在这儿休息了。刚停下来，哎，得赶紧收拾一下东西，开始做饭吧。好长时间没有吃肉了，今天去那个地方，天黑了，那儿又卖肉嘞，这就买点肉吃。一点火，这小蝇子就少了。你看，都去那边了。起锅烧油，五花肉。13香。西红柿，少搞点盐，备好的土豆干、茄子、青椒，酱油，再倒点水，别让它沾了锅。防止那个小苍蝇飞里面，先盖上盖儿。来来来，把豆腐摆上啊！哎，你每天这样多好嘞，晚上我把你俩放开。白天了我把你拴住，不是想拴你俩，主要是有车太多，你不拴住你俩你乱跑，对吧？开喽开喽开喽，大豆腐块，哎，真爽啊。这豆腐吃的真爽，今天炒了点肉，多长时间没有买肉了？有一个月没有，20来天。从宁夏出来好像就没有买，来巧克力过来，贝贝过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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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那会儿不是吃了吗，这会儿叫不过来，过来怎么了？不想吃？哎，热死了！今天，从头冒汗。
今天晚上这个录音地，哎，巧克力又哪了？嗯，啊，巧克力哪了？啊，跑那儿了，在这儿窝里，不用管他了。贝贝就在这儿窝里，他俩的饭盆给他折到一块没有吃完，明天早上肯定是吃完了。哎，东西也不收拾了啊，床也铺开了，又准备休息了。哎，月亮出来了，还准备收拾睡觉，能管他。今天晚上这个地方没有人，我把他们放开，让他们自由自由啊，又不天热。他们想去哪儿暖和就去哪儿暖和。一开灯，小飞蛾全飞出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才收拾完就准备睡觉了。啊，今天的视频咱就分享到这儿。早点休息，祝大家做个好梦，明天再见啊，晚安，拜拜。